好，接下来进入。白超打怪力是一个不利对局吗？姑还是选择了白超，白超打怪力。就打露露用了鬼鬼。好的，那么先开局侧歪开罩子，但是罩子最后被一个十字臂抓到了，然后直接翻滚过来一拳打到 CT， 然后接一个欧拉。这边罩子这里叉也打掉了十字臂，五叉抢一下瞬移跑掉，接叉盖下来想投，但是被谁先搅了罩。然后侧歪之后被一个手刀直接切掉，怪力翻滚躲掉了五 A， 然后这边一个吸收拳打盾，二叉叉抢一下，怪力去剑北，这边界歪被一个八歪抢掉了，先开局侧歪，然后被手刀了，这边再一个罩子吸收拳打到五 A 压。接吸收拳打一下，然后接一个罩子叉，但是这边又差点被八百，但是相杀了一个叉 A， 想投但是没压住啊，完摸一下怪力反摸，然后双方拉开，然后叉 A 被后续的给摸到了，接完抢掉尖撞，然后放个火柱五叉叉反叉叉抢一下，然后接一个手刀劈出来，然后五 YY 想数字 D， 但是被跳了。这边二叉，再二叉接 Y， 没有连胜。再一个接 Y， 但是被续叉了。然后接一个深渊脚，很大的血量。想十字 P， 但是打盾，然后被一个横叉打回来。接 Y 被二 Y 摸到了。这边怪力开出一个金金，回血加共鸣加 CT。这边一个迷你 Q 开出来防守，想投但是被二歪摸了，接个大招中了，这边选择了换人，好，选择拿黑超来打怪力，这又是一个据说是不好打的对局啊，对，这还是一个怪力优势局，气王应该也不好打，战况表基本已经到末尾了。这边人叉叉蓄满打掉了叉 A， 二歪摸一下后顺，再二歪点一下，但是怪力开出了那个，这边二歪六 A 一个接叉踩掉了空投，一个尖撞撞上墙再撞一下。黑超把，但是已经用掉很多血了，没有时间自我再生。一个前歪打微风逆势，自我再生，但这边自我再生不太合理。想无叉叉这边直接开共鸣，跳出来接叉踩一脚，再接叉踩下去，杀了。这边一个接叉，按说应该是缺反，但是没有缺。这边想投，但是被人叉拆掉。二歪歪摸了一下，这边想滚过来，但
失败了，这个没续满的比较慢。这边一个光柱猜一下，后顺二 YY 六 A 打一点，稍微打一点点伤害。这边弄了个自我再生，还好惯例没有机会打。二 YY 摸一下，惯例盾已经红了，六叉还好。转了青眼，至少不会缺反，但是这边一个精神破坏没有成功惩罚到。这边翻滚过来打到叉 A 上，这边还好有后顺躲掉了，然后开出共鸣，已经没什么血了。这边一个叉 A 撞到，怪力开出共鸣，然后开始蹲起。这个用怪力反正也是血不了的，没关系，磨了一下血。接叉蓄力踩一下，我还摸一下，再摸，死是没有死。这边开了个击打器，拿了点共鸣，接撞撞到叉 A， 好，再这样就进互相一血猜拳状态了。哎，但是起跳的时候被小电球的拍摄给打到了，那双方各拿一分，现在。小电球，然后一个小黑球摸一下，二 Y 摸一下，再二 YY， 然后黑怪力反摸，但是最后一下被黑超跳了。这边转黑眼风，但是怪力自己动了，二 YY 摸到，但是被这个，然后一个速力巴掌拍一下五叉叉，但是直接投的。这边自我再生稍微回点血，102血，这个血量还是很危险。这边一个光柱先稍微磨一下，啊，最后一个十字臂是蓝光，是会被十字臂投掉的。对，超梦可以投到的，因为太长了。手刀抢一下，但是负四的直接敢投的，好，不拿下一顿。这其实孤的打法不是很难明的，我说没那么难。这边放个光柱，开光柱，但是直接被手刀抢到了。他赢的时候基本都是一血赢。不是，我在想着最烂命的。他确实挺瞎鸡巴打的，他确实也挺瞎鸡巴的。然后这边手再生回家学，回到 FP 怪力直接开出共鸣，一个前歪打了个边，还好开共鸣解围了，两边互相发的，然后挥一刀加一个这个金防到了，一个叉抢掉，怪力大招被抢掉了，然后这边开共鸣摸一下学。怪力只剩一血了，很危险，而且也没机会开健美了。怪力没机会健美了，现在很难受。我死了。好，不拿到第二分。对一个不是他那个距离远的，你怀疑你怎么踹嘛？九叉，我点了一个二 Y， 我再往后退，然后我再点后面二 Y。那肯定不能弄的。那边已经很难过去了。对，那个被磨完血之后他没血。而且我估计他不敢再拆了，他再拆我就不二 Y 了。他也不能开，他也没机会开健美了，也不能用地狱车了。不是健美是有机会开，但开健美没用啊。开地狱车也没什么用。地狱车有什么用？地狱车缺什么？他那个时候健美只能飞扑。
剑尾没用了呀。也不是很有用，飞兔扑到你了，我还不是蹦一下翻盘？不是，那。但是他又要有飞扑的时间，又要不是我要去健美，他要拉开距离，他又可以放球了。我一开始只点一个二弯的原因就是，我只点一个二弯，我是不会被飞扑的。我点二弯二弯二弯，一直这样点，这俩他就扑到我。可以，很好，加油！上来怎么打？自己往出。大练的，大练。马纽拉大于西蒙，马纽拉更难打。马纽拉比西王难打，然后再往前就是那个。我是觉得那个一头也有点牛逼，他能用西王，不，他用三代多吧，马纽拉打。对的，一头确实强，确实牛逼。而且一头和那个 Go， 就是日本那个马纽拉，那个 Go 打了很多。这个是属于他对特技师太强了，对的，技师实在是太强了，他反应太快，而且 FP 设置也超强，而且一头的毒瓜好厉害。我说实话，他毒瓜，我觉得他毒瓜还是王的成分的。日本人其实就是好像老玩们的时候毒瓜蛮厉害的，所以他们都会一手。我倒也是玩毒瓜，然后在那个也蛮喜欢玩毒瓜的。2.8，还行，2.8，我只能2.8。这个落差啊。